大家好，我是六 B 班的梁永婷。我要分享的中华文化是农历新年。农历新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。新年是中国和华人地区比世界各地汉族社会过的传统新年。通常新年都会拜年、贴春联、舞狮舞龙，亦都会吃团年饭。之前的人会有接财神、借租、卖懒，仍然会有一些新界村民保留。接财神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说节日习俗，有些人会在正月初五前一晚摆酒宴，因为民间一直传说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。借租，在古老厨房作为照顾一家饮食的地方，当然得到古人的重视。管理厨房的神明名杰为，简称灶君。他除了长处厨房负责安全之外，更担任监察之神。借租的租就是解租君。借字是广府人想感谢灶君一年的保守之外，都想感謝他向玉皇大帝美言的意思。